了有了有了，麦克风关起来。在2013年的时候，罗姆跟 NSP 开发一些电源的一些管理的一个产品。那我们早先是在日本的车载市场上面去做开发的 Reference Board。那接着在隔年的2014，我们陆续开发了 IDAMAX 的一个平台的一个电源的一个 solution。那我们接下来可以看一下左下角的一个产品有一个介绍，我们总共在 IDAMAX 6 Solo 部分来讲的话，我们对应的料号是 BDC805NWB。 那在 IDAMAX 7 Dual Solo 部分的话，我们对应的料号是 BDC815AGW。 在 IDAMAX 7 ULP 部分来讲的话，我们使用的一个料号是 BD70527NWB。那在 IDAMAX 6SL 部分来讲的话，我们搭配的料号是 BD7827GW。 那直到去年我罗姆在 NSP 平台 8M 系列来讲，我们 support 的 PNIC 叫做 BD7837。 那今年最新发表的 IDAMAX 8M mini 的平台，我们搭配使用的 PNIC 是叫做 BD7847MWB。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NSP 在那个 IDAMAX 上面的平台的一些运用。那其实我们这页可以看到说，我们在一些日系大厂使用的一些产品都搭配使用在罗姆的一些 PNIC 上面。那我们可以看到在 Media Player 3.8 部分来讲的话，这使用的是我们的 BD7837 跟847系列的一个 PNIC。那这一页来看的话，我们其实看到上面产品主要是在康购机跟专业的音响系统上面一个做产品的开发。那跟上一页的一些影音多媒体产品，我们其实都使用在
IDOMX 8N 跟 8N mini 的一个系列的一个 platform。 那我们在音响部分来讲，其实我罗姆都跟一些欧美的音响大厂去做开发合作，那我们使用的一个平台都是在 M8N mini 的部分。那我们看一下，在下一页这边有一个电子书的产品。其实这个电子书产品是在罗姆相当一个热门的一个搭配 IC 的使用上面，我们使用是 IDOMX 6SL 的一个平台上面去做开发一个设计。那当然除了刚才介绍的一些影音多媒体的产品啊，电子书啊，我们还有一些导航系列的一些产品都可以运用在我们的 Pink 上面。那最后在 Assemble 上面的一个产品上面，其实罗姆有跟一些厂商去做合作，共同开发一些 Assemble 的产品。那这些的产品上面，我们可以节省 RD 非常多的时间去做开发，那直接使用这些厂商出的 Assemble 的板子，我们可以去搭配一些系统板，直接去省去一些开发耗费的一些工时。但前面几页也有介绍一些多媒体的影音产品，那我们这页稍微看一下说，其实罗姆在刚跟大家提到从2014去开发 IDOMX AN-X 的系列的一个 PINK 的开发制作。那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发表了第一款的 PINK 的 IC， 叫做 BD7805 for IDOMX Solo Line。 在2016年5月的时候，我们推出了 BD7815 for IDOMX Duo Solo。 那在去年的，也就是2018年的时候，我们开发出了 BD7837 for IDOMX 8M 这个系列的一个 PINK。那今年最新发表了第四弹的一个 PINK， 叫做 BD7847。 这部分来讲的话，我们是 for IDOMX 8M mini 的平台上面去做使用的。那我们看一下在 IDOMX 8这个平台上面，总共其实有五个 platform 去做搭配使用，那分别是 IDOMX 8、 IDOMX 8M、 IDOMX 8M mini 以及 IDOMX 8M nano。那最后一个是 IDOMX 8X 部分。那其实这五大平台上面来讲的话，可以搭配罗姆上面使用的 PINK， 分别是 IDOMX 8M、 IDOMX 8M mini、 IDOMX 8M nano。 那今天主要会以这三个的 platform 的平台的 PINK 去跟大家介绍。那罗姆另外也有在一个 rendering 一个选择不一样的料号去做搭配使用，那等一下会后在接下来几页会替大家介绍。接下来我要替大家介绍是在 NSP IDOMX 8N 的平台的一个 PINK， 叫做 BD7837。 那我们这个 PINK 可以掌握在 IDOMX 8N 这个平台上面的一个 SOC 做搭配使用，包含了一些 Quad-Line Duo这部分都可以去做搭配使用。那我们看一下在 BD7837 的一个 spec 的介绍，我们的 input 的电源的输入电压是 2.7 伏到 5.5 伏。那我们总共有8组的 buck regulator、 7组的 LDO 以及1组的 power mux switch for SD 卡部分。那这部分来讲的话，特别提到说在 buck 6这一组的电压输出是 3.3 伏，所以其实我们的 VIN 的建议电压来讲的话，我们建议使用是 3.6 以上的输入，在Buck 6这边的 3.3 输出来讲的话会比较好的一个设计。那我们这颗 PINK 来讲，除了 Power 电源功能之外，其实我们 support 了一些 IO 的一些 function 啊，包含了一些Power button key 啊，以及一些保护的装置。那刚才提到说，在 UVL 的设计以及过电压、过电流、TSD 保护的机制方面，都包含着在 PINK 这颗的功能。那这些的电压、电源的控制，还有一些保护机制，我们是透过 I2C 的 interface 去做 control 的。
那这些的控制的频率来讲的话，我们 support 100-400kHz， 那最大频率到达 1MHz。 那我们看一下右下角 package 大小的一个介绍，那我们其实这个大小宽是 8mm， 长度也是 8mm， 那厉害的高度是 1mm， 那使用的 pin pitch 是 0.4， 所以我们在 PCBA 的选用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只要使用在 Type 3的 PCB 板材上面的运用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看一下下一页，我们在BD7837 的这颗 PIC 的一个优点的介绍。我们总共分成四大优点。第一大优点就是我们这一颗 BD7837 是否整个在 IDAMAS 8M 这个系列来讲的话，都可以使用在我们这颗的 PIC 去做搭配使用。那第二大优点就是啊，我们在 PCB layout 的设计来讲，我们是以最佳化的设计，节省在你们客户在 layout 的摆放方面啊， placement 摆放设计方面，其实是以最小的空间去做搭配的。那刚才前面有跟大家提到说，我们第三大优点就是我们所有的一些 power 的 function 跟 IO 的 control 都可以利用我们 I2C 的 interface 去做控制。那第四大优点就是啊，我们在罗姆的官网上面都可以去 download 我们在 BD7837 所有的技术文件。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一大优点的一个介绍。其实在这颗 PIC 的一个设计来讲的话，我们总共分成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来讲的话是以电源部分，就是我刚才跟大家介绍说我们总共有八组的 bug regulator， 七组的 LDO，以及 Max Switch 的一个 For SD 卡的一个 Power 设计。那在这颗 PIC 第二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是以 Input 的 Detect 的一个 Function， 我们的输入电压刚才跟大家提到说是 Support 是 2.7V到 5.5V。 那在这颗 PIC IC 来讲的话， 第三个部分主要是在 Sequence 的 Control。 那这部分来讲的话，所有的 NSP IDAMAS 8M 这个的系列的 sequence 我们都写入在我们这颗 PIC IC 的分位里面，所以当你们在设计来讲的话，其实是不用去外多一些 sequence 的线路，可以去减少一些成本的一个使用上面的一个浪费。那第四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的function 除了刚才的 power 的功能、 sequence 的 control、 input 的功能，那还有一些保护装置啊，刚才有提到说 OBP、 OCP 跟 UVO 以及 TSD 的保护装置。那我们看一下第二大优点，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提到说，其实使用 PIC 最大的优势就是我可以节省 PCB layout 的空间。所以以在 PCB layout 上面设计来讲的话，罗姆在 BD7837 这边的 placement 摆放方式，我们是单面摆。那我们的建议摆放方式是以 PIC 主体 为中心，那依序去摆放 Input 电容、 Choke 跟 Output 电容。那我刚才有跟大家介绍说，我们的这颗 IC 的 pin pitch 是 0.4， 啊，我们使用的是 Q68 的 patch 大小。所以其实在PCB 上面的 layout 的设计来讲的话，我们是相当节省空间去做使用的。那再来的话，跟大家介绍第三个优点，就是我们所有一些电源跟 IO 的 function 以及一些 VR4 的一些保护，都可以透过 I2C interface 的控制去控制在bug 跟 LDO 的 on off 跟电压的调整。那以及在bug 一些 operation mode 方面来讲的话，我们 default 设定是以 auto mode 的设定去做 register 的 default 的输出。那当然，如果说客户端你们这边有些需求的话，我们也可以把 operation mode 改成是 force PW mode。那这边回头来介绍一下说，在 auto mode 的一个制定来讲的话，我们是依照 device 的电流大小去自动去切换在 PFN 跟 PWM 的一个切换的制定。那
那再来在 bug 的 converter 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还有 support 输入瑞。那这边的输入瑞的一个控制来讲的话，我们总共有 bug 一、bug 二、bug 三、bug 四去 support 15、2.5、1.25 millivolt per microsecond 的一个输入瑞的一个 control。那当然，在一些保护机制，像 BR4 的一些方群来讲的话，我们都可以透过 I2C 去做 enable 跟 disable 的控制。那还有其实包含了一些 recover 的一些功能来讲啊，还有一些 RQ interface 的讯号发送的 SOC 去做通知的部分来讲，我们都可以去透过 I2C 变更的方式去做 control。那第四个部分来讲，刚才有跟大家介绍到说，我们的所有的技术资料，包含的一些线路图啊，一些刚才提到的一些 layout 啊 ，design guideline 啊 ，bone list， 都可以在你们这一页所看到的网址，只要点选进去这个网址，上罗姆官网，都可以去免费去做 download 这些技术文件。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第四大优点，就是其实刚才前面有跟大家提到说 system on module 的部分，那其实罗姆在 SNBoard 的开发上面的一个设计来讲，其实我们有跟三大 IoT 的一些公司去做合作，分别是 Technation、Yenscript 跟 Innocom 的部分。那这部分其实刚才跟大家提到说，其实使用 SNBoard 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大大节省到 RD 开发的一个时程，那去很快速的去使用在我们的 IDAMAS 8M 这个平台的一个设计做开发。那其实在 IDAMAS 8M 这个系列来讲啊，我们其实可以运用的产品非常的多，包含了一些居家的物联网啊，语音的部分，网际网络语音的控制啊，很多产品都可以使用在我们这个平台。所以其实如果说你们有一些在 SNBoard 上面的一个需求使用的话，其实你们可以点选下面这些几家公司这个连结，那可以去跟他们去就接洽去做购买。那这边跟大家提醒一下说，在台湾的部分来讲的话，我们做合作的公司是在 Innocom 跟 Technation 部分。如果说你们在这边有需求的话，可以跟这两家公司去做接洽购买 SNBoard 的部分。那刚才跟大家介绍都是在BD7837 的部分。那我们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说 BD7837 跟 BD7847 的一些差异。那主要是在BD7837 是 for IDAMAS 8M 这个系列的一个平台做使用。那 BD7847 来讲的话，我们是使用的平台是 IDAMAS 8M Mini。 那其实除了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在 sequence 的 control 来讲都是依照 IDAMAS 8M 跟 8M Mini 的一个 spec 去做制定的。那其他的一些方群来讲，我们事实上大同小异，那其中最大的差异就是 IC 的大小，一个差异就是在 IDAMAS 8M Mini 的837，我们使用package 大小是 8×8， 厉害是 1mm。 那847的话，它是比较小一点点，它使用的 package 大小的话是 7×7， 那高度的话是 1mm。 那这是在837跟847的一个比较。那我们看一下下一页这边的一个电源的跟最大电流的输出的一个比较。那其实在837 for IDAMAS 8M 这个系列来讲的话，我们使用的一些IOMSMA 的电流都比较大。那我们这边看一下说，在 bug 1 bug 2我们分别使用的电流是 3.6A 跟 4A。 那对照在 BD7847 for IDAMAS 8M Mini 这个的PIG 去做使用的话，我们在 bug 1跟 bug 2的设计上来讲，最大电流只有 3A 而已。所以其实在847跟837的比较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区分，就是比较high performance 的部分来讲，我们会使用到 IDAMAS 8M 这个平台是否
BD7837 这个 PINK 做搭配使用。那如果是电流输出没有这么大的话，我们可以使用到的是 IDAMIS 8M Mini for BD7847 这个 PINK 去做搭配使用。那其实在这个比较表的来看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说在 BD7847 来讲的话，我们在 Box3 跟 Box4 是做 delete 掉的，所以是直接从 IC 上面去做 delete 掉。那这两组电源的话，我们其实是直接 merge 在 bug 5部分来讲，所以其实 bug 5部分来讲，我们在847部分来讲最大的电流是 3A。 那另外一个的 LDO 的部分来讲的话，我们在 LDO 5我们是用透过 restrictor 的方式把 bug 5关掉在847的部分。那 bug 7一样跟前面的 bug 2Box3 跟 Box4 一样是做 delete 的部分。这是在我们电源跟最大电流的一个比较的一个说明。那刚才做完BD7837 跟847的比较之后，我们介绍一下在IDAMIS 8M Mini 的这个平台的 PINK 叫做 BD7847。 那这一颗的 PINK 来讲的话，我们其实 support 的在 IDAMIS 8M 的这个平台上面的 SOC 部分来讲，我们 support 了 Quad Line、Dual Line 以及 Solo 跟 Solo Line 部分都可以去做搭配使用。那我们在IDAMIS 这个系列来讲，其实在 Mini 部分来讲，我们其实制程更加的提升，我们从原本的20纳米提升到14纳米。那下面这个部分是在 IDAMIS 8M Mini 使用的一个 application 的一个介绍。那主要我们运用在一些 smart speaker 啊，一些耳机啊，或者是那个 AV 接收器啊，桑巴啊，或者是一些多媒体影音的部分的产品，都可以在 IDAMIS 8M Mini 这个 platform 去做搭配做使用。那我们在 BD7847 的一个 spec 的一个介绍来看的话，其实这个 function 跟我们的刚才介绍 BD7837 很接近，而且我们刚才有做一个比较表的一个介绍。其实在输入电源部分来讲的话，我们跟837的输入电源是一样的，是在 2.7V 到 5.5V 部分。那电源部分来讲，其实跟837做比较来讲，我们总共找了两组 buck 一组 LDO， 所以分别在电源部分来讲，我们在847部分我们 support 了六组 buck， 六组 LDO， 以及包含一组power mux switch for SD 卡。那其实其他的 IO 的 function 都跟 BD7837 非常类似。那刚才有提到，就是包含了一些保护的装置 UVOO 啊、OVP、OCP、TSD 这些的 function 都不会变。那主要最大的差异是在因为我们的 power 组数缩少了，所以是在 package 大小来讲的话，我们相对 BD7837 来比较的话是更小一点点的。在BD7847 package 大小部分来讲的话，我们宽是 7m， 长也是 7m， 那厉害的高度的话是 1m。 那 pin pitch 一样跟837一样，就是做 0.4mm。所以其实在837跟847的一个 PCB 的上面的设计来讲，我们都使用的是 Type 3。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BD7847 的优点。其实 BD7847 的优点跟刚才跟大家介绍的 BD7837 for IDAMIS 8M 这个的优点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其实在罗姆的一个 Peak Power 的一个电源的一个设计来讲的话，我们所有的一个电源开发，我们其实都是跟 NSP 这家公司去做制定，所以所定出来的一个电源的一些 spec 都是符合他们所当初的要求。所以其实在BD7847 来讲的话，是完全是符合在 IDAMIS 8M Mini 整个系列去平台去做使用。那当然来讲的话，既然我们使用了一个 PINK 电源管理 IC 的一个设计，所以我们相对在 PCB layout area 方面相当的节省。那一样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一些 power 跟 IO function 都可以透过 restrictor control 去做控制。那当然就是BD7847 一样跟837
都可以在我们罗姆的官网上去下载我们的技术的文件。那这边一样是在Pink 的一个说明。其实第一个部分包含了我们的六组的 Buck Converter 以及六组的 LDO， 那包含了一组SD 卡的 Mux Switch 的部分。那第二部分一样，就跟837一样，就是我们的 Input 的 Detect 的 Function， 我们输入了电压 Support 是在 2.7 伏跟 5.5 伏部分。那 Sequence 的 Control 来讲的话，我们完全制定在 NSB IDAMASMINI 的那个 sequence 的一个 spec 上面，所以其实你们在开发设计来讲的话，我们的 sequence integrate 在 PINK 里面，所以其实在一些外加线路的一个设计来讲的话，就可以节省掉了。那当然第四个部分来讲的话，包含一些保护装置，刚才跟大家提过的，其实在847这一颗 PINK IC 来讲的话，都有做大被使用的部分。那再来的话，跟大家介绍一下在847些Power Mode 的一个控制的一个说明。那其实我们从左边的这个回路图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一开始是在电源还没插进来的时候，我们是在 On Mode 这状态。那当我的电源输入，也就是说我的 Vin 输入到我的 Pink 来讲的话，我的电源大于 2.7 伏，那当我的电源侦测 2.7 伏以上的时候，我的 PINK 这边 UVLO 就会变成是1。所以其实在我当我电源插进来的时候，在这个状态下，我会从 Off Mode 到 Ready Mode。 那 Ready Mode 其实这个转换的那个 Power Mode 的切换，我们自动会因为 Resistor 的设定，我们切换到 SNVS 的 Mode。那在这个状态之下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整个在S5 的状态之下，也就是说我的 AS 的电是 ready 的。那这两组电分别是 LDO1 跟 LDO2。 对，那所以当我输入电源 ready 之后，到了 SNBS 这个 mode 之后，我就其实在等 SOC 去发一个 pink on request 这一 pin 的讯号给我们。那当 PINK 接收到这一 pin 的讯号的时候，会依据它的 Power Sequence 去做开机的动作，那到了 Run Mode。 那当然啦、我们其实除了一些开机的一个时序的控制，我们其实还有 Support 的 Suspend Mode、 Idle Mode， 这些都可以透过 Register 的控制去做进去跟出来的动作。那这边右边的话是整个 Power Mode 的一个 On Off 的一个 Power 电源一个说明，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点选这个讲义去做确认。那再来的话，第二大优点就是，其实我们在 PCB Layout 来讲，跟大家提过说，其实在 PINK 上面设计的是它是节省空间。那以 BT7847 来讲的话，我们刚才跟大家提过摆放方式依照是 PINK Input 电容，然后 Choke 跟 Output 的电容的 Placement 摆放方式。那我们整个 Layout 的一个上面的运用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只运用两层去走完整个 Power 的一个 Layout 的一个设计。那当然我们建议线路来讲 PCB 我们是建议是六层 Top 3 的一个设计。那一样在IC 大小来讲的话，我们使用的是各分的一个 package 封装大小。那我们看一下第三大优点，就是其实在 S2C 的一个控制方面来讲，跟837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样，就是所有的一个 bug 的 converter LDO， 它的开关跟电压的控制都可以透过 S2C 更改 register 的方式去做变更。那当然还有一些保护装置啊 ，recover IRQ 这边的function都跟837是一模一样的。那再来的话，847来讲一样跟837一样，都可以透过我们刚才点选的这一页的网址的连接，上罗姆的官网去 download 罗姆的技术资料。刚才跟大家提过说一些线路图啊，一些 layout bone list 啊，
还有一些 platform 的 design guideline 都可以点选这个网址去做 download。 那当然我们除了一些技术文件的 download， 我们有一些在 Linux 的 driver 来讲的话，我们可以透过下一页这边的网址说明去点选去做 Linux 的 driver 的 download。 那这边最后跟大家介绍在BD7847 跟837的一个 memory type 的一个说明，主要是在LPDDR4、DDR4 跟 DDR3 这三种的 memory type 的一个使用上面，罗姆制定不一样的料号去做搭配使用。那我举例以 B77847 for IDAMAX 8M Mini 这个平台的个 memory 上面的使用，比如说我今天要使用的是IDAMAX 8M Mini 的 platform 搭配的 LPDDR4 这 memory 的 solution 来讲的话，我们相对应的料号就要使用到 BD7847MWV。 那我如果想要更改 memory 的型号来讲，我必须要搭配其他料号，比如说在 DDR4 来讲的话，我就使用到 BD7847S0。 那相对的我换成 DDR3L 的 solution 的话，我们就要搭配使用的料号是 BD7847T01。 最后我要跟大家介绍在 IDAMAX 8这个系列最后一个平台叫做 BD7850。 那 BD7850 这个 PINK 是 for IDAMAX 8 Nano 的部分。那其实在 BD7850 的 spec 其实跟我们前面介绍 BD7847 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它其实是以 BD7847 的本体去更改 register 的设定，去把一些 power 的一些 function 去做关掉。所以我们在这页去看到上面 spec， 它包含在 input 的电压，那六组的 buck， 六组 LDO， 包含一些 mask switch 部分来讲的话，它都跟 BD7847 是一模一样的，连 page 大小7×7厉害是 1mm 都是跟 BD7847 一样。所以其实在 BD7850 部分来讲，它其实是跟 BD7847 是 pin to pin 的，所以它其实是可以同时设计在IDAMAX 8M Mini 跟 Nano 的部分的平台做搭配使用。那再来看一下我们下一页在BD7847A 跟 BD7850 的一个比较。那刚才前面跟大家说明说，其实在 BD7850 部分来讲的话，我们是把 Bug5 跟 LDO4 透过 Register 的变更把这两组的电源关掉，所以我们在 OTT 的版本上面我们区分成BD7847AMWB 是否 0XC1，BD7850NWB 是否 0XC3 这部分。那其他的电源啊或者是一些 IO function 都是一模一样的。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页这边的一些电源的一个比较说明。那其实不管是在电源大小跟电流部分来讲的话，我们除了 Bug5 跟 LDO4 是屡试着关掉，那其他的方电压的大小电流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以下一页这边的方寻的比较来讲的话，唯一最大的差异就是在BD7850 是否 IDAMAX 8M Nano 的气管池的控制，那在 BD7847 是否 IDAMAX 8M Mini 的一个气管池砍出一个输出。所以其他的方寻跟一些制定上面的一个 spec 来讲的话都是没有做变更的。那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在BD7850 的一个 marking 的一个说明。因为这一颗来讲的话是罗姆最新开发的一个 pink IC， 所以我们其实在schedule 部分来讲的话，我们预计是在10月份的时候会有一些 CS sample 的的制作提供。那因为这部分来讲的话，我们在 CS sample 我们是以 BD7847 更改 Register 的方式，所以其实如果你们以外观来看的话是看不出来的。
那必须要以透过 I2C 去读取 OTP 的版本去做确认。所以这边在强调说，如果在使用 DS 版本的一个 PIC 来讲的话，我们 BD850 一样是使用 BD7847 的 Marking， 那搭配的 OTP 的一个版本是使用 0xC3 这部分。那预计在年底的时候 BD7185 就会量产，所以它其实在 Marking 上面就会显示是 BD71850， 那后面下面的话是它的序列号。那以上是在罗姆在 NSP 的平台的一个定名的一个介绍，那谢谢大家的收看。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今天这一场由 C Times 与自动化杂志所主办，那由罗姆来赞助协办的线上研讨会。首先很抱歉，一开始因为技术问题呢，导致我们延误了几分钟的时间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今天活动第二阶段的 Q&A 时间。我们首先看，其实因为现阶段的这种晶片设计，我们的电子产品由于应用的层面太过广泛，所以当客户在设计像语音控制这一类的设备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个复杂性产品尺寸跟系统功耗等这些不同的挑战。然后呢，我们在电源 IC 像 PMIC 这类的这些电源晶片它在设计上呢也必须要考虑它的功率的转换的效率等等这些问题。那所以你怎么将这个系统所需要的电源跟保护功能可以整合在一颗晶片当中，不但有助于这个产品的小型化，那同时呢也可以简化我们整个系统的设计，那不仅可以这个缩短开发时程那对于小型化也是很有帮助。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课程的一个主旨，我们要让所有的这个电源设计可以毕其功于一役一次就把它设计到位这样子好，经过刚刚30分钟的课程，其实我们线上也有不少的学员提出相关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我们线上 Q&A 的时间，我们呢将邀请罗姆半导体台湾技术中心的FAE 来为大家做现场的问题的解答。好，我们现在先看到我们线上已经上线了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在我们现场的是罗姆半导体台湾技术中心 FAE Kenny 先生跟大家挥个手吧。好，然后呢我们同时在远端国外给我们同步连线的呢，也是一样，是台湾罗姆罗姆半导体台湾技术中心 FAE Byron， Byron， 你可以听到我们声音吗 ？Hello， Byron， 可以听到我们声音吗？好，那个可能就问题那个连线的问题。好 ，Byron， 请这边您看一下你的连线状况。好，我们很难得，就是说今天 Byron 特地在国外工作，那他一样是可以连上线来做帮我们进行这个技术的解答这代表其实罗姆半导体在这个全球的技术资源它是没有时差的好，那Byron 您那边的那个连线问题再帮我们看一下
好，OK，好好好，好，我们先开始进行今天的 Q&A 问题哈。我们线上其实蛮多啊问题已经啊这边看得到，我们看一下哈。我们第一个问题，我们先看一下，有一位工程师问到说，搭配这颗的 PMIC 哈，如何让整体的系统达到它最低的成本，设计成本的问题了。这个问题，Baron 你这边听得到吗？那我们先请现场的 Kenny 帮我们做个回答。可以的，因为我们目前来讲拥有最佳化的PCB 设计。好，那这个换句话来讲，就是说我们只要占了一块地之后，就可以把我们的所有元件摆在 PCB 板上。那事实上由刚刚我们的那个 Byron 的那个介绍，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一般来讲，就是说它的 layout 的层面非常广。即便你用4层板或6层板来做设计的话，事实上它只占了其中的2层板，所以说基本上我们的 cost 就可以降得很低。再来的话，就是我们时序控制的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基本上的话，你用 discrete 的那个 power 的那个 IC 来讲，你的时序的话要自己外兜，这个设计上就变得相当的复杂。那目前来讲，就是说我们的那个IC 里面就可以 follow IDAMS 8这个系列的时序控制。好，第三个来讲的话，就是说为了节省设计上的时间，我们的官网上提供了相关的那个设计资料，这个就可以方便工程师去节省到非常多的时间。第四个的话，就是说我们那个 P-Ink IC 的话，它在 bug 的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它的 MOS 都是内含的，那光这个6组或7组，的那个 bug 线路里面的话，就是说它的那个 MOS 的费用完全可以做省略。再来的话，就是相关的那个控制的讯号都可以经过 I2C Control Board 来做 Register 的存取，方便对 IC 做 Monitor。比如说你发生了那个OCP 或 OVP 的状态的话，我们可以经过 I2C 这个 interface 的话，就可以去了解说有没有这种异常的状况呢发生的话，这样可以方便工程师找出许多的问题。好，以上是我们的回复。好，那Baron 这边您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了吗？好，刚有一些连线的问题，还是听不到是不是？好 ，OK， 那我们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再继续来排除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下一个问题。好，下一个问题就是说，罗姆现在对于工业 4.0 的进展，工业 4.0 相关的问题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工业 4.0 目前的罗姆在这边的进展如何？那罗姆的这个 Fab 有多少的自动化？有这个AMH 系统吗？我们知道说通常这种6寸的 Fab 它比较不会做这种工厂的自动化。对，那罗姆现在在8寸的 Fab 状况又如何？我们可以请现场 Kenny 先帮我们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基本上我们公司对工业 4.0 的话也有逐步的在跨入当中。那当然就是说对工厂自动化，我们自己也开发了相当多的那个机器跟平台。然后在那个6寸的 wafer 再转8寸这个 wafer 的话，事实上我们有非常多的那个元件上目前已经都有在做用到那个八寸的那个 Fab 了。 OK， 好，自动化其实这个问题是现在蛮重要的一个状况。对，相信罗姆在
那个日本的工厂其实自动化程度现在蛮高的。是的，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的工厂是全球化的，也就是说我们的 wafer 会在日本那个制造跟生产，也就是说石刻的这个部分都会在日本做完成，之后会送到海外工厂去做研磨。那海外工厂的话就是从北起大概韩国、中国上海、天津 这附近、一直到那个泰国，这部分都有我们的工厂。然后基本上我们的工厂的话绝大多数都是已经做自动化的部分，然后我们有绝大多数八到九成以上的机台都是我们公司自己独立设计开发。 OK， 好，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其实今天这个主题是 IDOMAX， 其实它主要的功能之一是做智慧音箱。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现在目前在这个领域上面的罗姆在市场上竞争者会有很多吗？事实上竞争者还蛮激烈的。那不过就是说针对我们刚刚有做的那个说明，就是说我们的优势最主要是小型化，也就是说当你的产品做智慧音箱，它的体积跟面积非常小，再来的话它的待机功耗跟散热这个都必须考虑在里面。那如果说您沿用现在的 PMIC IC， 采用我们这种 PMIC IC 的话，第一个的话就是说，第一个你可以功耗降得非常低，因为如果你以单组每一组每一组的那个discrete 的那个 Power IC 去兜的话，你至少要到六组，然后还需要到六组的LDO， 那以每一组 DC 六组加起来，大概都要加起来都已经有待机的框声可能大概都有 mini 安培级的以上。然后如果你用 PMIC IC 一颗解决的话，它的 bug 整个的那个 它的那个 power saving 的话，它整个功耗是可以降的比较低的。再来的话，我们的那个 LDO 的部分的话，我们采用 CMOS 的部分，所以我们的待机功耗也会比一般那个 bipolar 制成的LDO 来讲，它的待机功耗还会降得更低。OK， 好，那您的回答其实蛮详尽的。其实线上还有一些学员他想知道是说，因为我们今天在简报上其实提到了蛮多相关的应用。是，好，那除了今天这个应用之外呢，还有没有其他一些针对比如说 AI，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像 AI 啊人工智慧这个部分其实在近期其实是一个很夯的话题，那相关应用其实也蛮多的，特别是在 maybe 智慧语音这样子的应用上面。实际上针对像 AI 这一块的部分罗姆半导体这边有没有什么相关的比如应用案例啊，或是比较特殊的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些设计的一些方向这样子。我们在 AI 的这个部分的话，现在暂时在应用上的话，我们大概是跟智慧音箱的结合会比较多。那我们早期的话就是说，您刚刚有看到我们介绍的那个资料里面，就是说有像阿玛龙的这种平板的应用，那就是说整个的取向我们也会渐渐走向 AI 的这个控制领域。那当然 AI 的控制领域的话，我们会渐渐跟工控的一些相关的那个电脑做一些结合。OK， 下一个问题哦，其实这个问题 maybe Byron 这边来回答会比较好。我们看看 Byron 现在状况如何。这个在海外工作没日没夜的，这个电脑网络呢，可能也因此呢有些小状况。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他的这个状况哈。现在的线上有些学员要提出新的问题哈，我们看一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 BD71837MW 这个 board dimension 它的 size 是多少？对，这可我们可以查一下它的相关数字，我们可能
好 ，maybe 再回复给八乘八，好，然后高度是那个一厘米米特。嗯嗯，好，那我们采用正方形的设计。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说整个那个腹部有一个 thermal pad 的，然后方便把热它导到那个 PCB 板去。嗯，你说导热这个部分就是正方形这个晶片设计的一个主要的。对，就是说 IC 的本体底下会有一个正方形的那个 thermal pad 的。嗯，那它在跟那个 PC 板做结合的时候，方便把热导到 PCB 板去做散热。嗯，也就是说长时间使用一下，使用的话它比较可以把这把它带走这样子。嗯，哦，让你的产品不至于发烫。对对 对，这个热的这个议题一向都是这种产品设计一个最抗渗的一个考量。对对，是。那所以你们这个设计其实这样子设计其实非常好的，在散热的部分。其实我们公司就是说不是只做了 IDAMAS 的PMIC IC， 其实我们长久以来跟 Intel 的 platform 有长时间的合作，所以说我们从 Intel 的平台上学习到很多 PMIC 散热的需求，那我们也把这方面的那个经验使用在这种 IDAMAS 的平台上面。 OK， 好，我们继续看下一个问题，因为还蛮多问题的，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问题是这个IDAMAX 8N Mini 如果想要支援这个 Charger， 它有推荐的产品吗？那如果有支援的话，它如何跟它这边有提到一块这个板子它如何跟这个 BD7847MWB 来做一个沟通？关于 Charger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没有直接对7847Charger 直接做一个沟通。那不过这个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问题反映给我们的本社的开发。嗯嗯嗯，就是说未来在开发 PMIC IC 的时候是否连同Charger 把它考虑进来。但是因为在 Charger 的应用上，就是说会考虑到说一个 sale 或两个 sale 或三个 sale上面的那个需求，但是我们这个部分的话也会再做一个市场的调查，然后看是否有机会让 Charger 跟那个7847的PMIC IC 能够之间能够做一个连接跟沟通。嗯嗯嗯 ，OK， 好，我们看到 Byron 现在要上线了 ，Byron 是不是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 ？Hello， Byron， 他们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吗？好，连线可能还是有些问题。好，我们先继续往下一题来做那个回答哈。我们大概还有三到四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我们看一下，这个问题是，想问 EMI 的部分啊。这个产品它在 EMI 的表现方面，它大概是怎么样子？嗯，我们应该这样子讲，就是说 EMI 它是一个整体完整的那个 board， 然后在完成设计的时候去做扫屏之后的结果，再来做EMI 的抑制。所以说基本上我们的产品，如果说客户他在做试售，已经有试售的部分的话，基本上他们都有自己做 EMI 的那个部分。嗯嗯 ，OK， 好。那各位学员，因为哈，那个 Byron 这边在国外，因为连线有些问题，各位的问题呢，他会直接用这个文字来做答复，那会直接在线上回复给所有人。那这个部分因为连线问题，我们可能跟各位说一下抱歉 ，Byron 今天可能没办法加入我们这样子，但是呢，他的服务一样是跨国界的哈，现在在国外一样是为大家来做任何线上问题的答复。那我们先继续看下一个问题。这个因为音效这一部分的这些产品的功耗很低啦，那对于 EMI 它的表现跟抗杂讯这个部分的话，您这边对这款产品有什么看法？基本上我们家的 IC 是那个 D
电源管理 IC、嗯、所以我们对于功耗的要求我们刚刚有解释过了、嗯、就是说我们从IC 上的制程的话我们会采 CMOS 制程的 IC、嗯、所以说基本上我们的功耗可以压制到非常的低、嗯哦、那在 switching 的 noise 的上面的话我们会取决一个最佳的那个 switching 的频率、哦、有效的去把那个 ripple 把它压抑制下来、嗯、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audio 那边的那个抑制的话就是说本身跟那个放大器的设计跟它的那个放的那个输出的那个电容是会有直接的关系、嗯、也就是说你对于那个高频的部分跟低频的部分那你要用那个高通滤波器或带通滤波器去把你不要的频段去做过滤的话基本上它是需要额外去做设计的、嗯、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哦、这个晶片设计上它会有一个逆电压的一个保护、这个作用吗好 有这样的一个保护的机制吗逆电压这样子的保护机制绝大多数的 IC 的话它不会有做逆电压的 input 做逆电压的保护机制通常都是在 output 的话就是说电压有异常它才会有做保护就是会有一个 latch 的状态然后在 input 的话你要解逆电压保护的话非常的简单在回路的 input 的这个部分的话你只要放上一个肖特基二极体基本上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嗯、OK 好我们大概线上的一些技术的一些提问我们都回答差不多了、哦、那其实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嗯，其实今天就蛮可惜的就是我们还是连线的问题、哦、啊，那个 Byron 的爸跟我们一起做一些线上的那个回答不过现场Kenny、哦、也是很努力好来帮大家解答今天所有的疑问今天疑问没有难倒你们了、哦、基本上因为我也是属于电源这部分的工程师、嗯、所以基本上如果相关的一些电源问题的话、嗯、我们也经常性的去面对客户的问题跟提问、嗯、然后我们也是会竭尽所能的去帮客户找出这个问题并且把它做解决、嗯、对对这应该就是你们目前每天的工作啦帮客户解决这些问题是是是、嗯、好其实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哈、我们其实很首先还要感谢虽然呢我们那个 Byron 没办法上线我们今天还是要谢谢两位罗姆半导体台湾这个技术中心 FAE 工程师 Kenny 好、以及在我们国外好、连线的Byron 好我们的今天的活动就到这边大概要告一个段落了、哦、最后我们还是要我这边要先谢谢今天的主办单位CTimes 跟自动化杂志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啊刚一开始忘记介绍我是 Steven、哦、那在会后你们会收到一封今天的活动的问卷然后请帮忙填写这份问卷填写完之后呢直接回传给我们我们会进行一个行动电源的抽奖的活动就这个奖品还不错哦好、哦、所以大家请帮忙我们填写、这一份问卷哈、哦、好我们今天的活动大概就到这边做个告一个段落哈、哦、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那我们未来的活动再会了谢谢大家好拜拜好拜拜